大家好，今天的即兴中国话，我们说下面一句话：我真看不惯那些整天勾心斗角、算计别人的人，算计别人的人。我真看不惯那些整天勾心斗角。算计别人的人，算计别人的人，算计，拼成算计，勾心斗角，成闺蜜的，扯喽，嘿，对的，扯喽，别扯。好的，我嘿，好的，算计呢？算计的意思是我嘿，好的，那么我嘿，好的，没好的，好问。打击的，하는뜻입니다。打击的，이거정도가제일중요합니다。그러니까뜻을알아보면，我真看不惯那些整天勾心斗角、算计别人的人。그러니까나정말못보겠다，보지못하겠다。매일 서로 헐뜯고 남을 모해 하거나 남을 음해하는 사람들 정말 보기 구차하다는 뜻입니다. 好，最后再读一遍。我真看不惯那些整天勾心斗角、算计别人的人。好，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就说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